样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这样子你就会了。你看左手边这里有一个两个箭头，有没有看到？左手边最左边，这个就是老师的页面的开关，有没有看到了？好，页面的开关哈。所以如果说你有比较多页的时候，你想要跳页，你可以直接从左边这里打开，就可以去检视你的那个页面的缩图。好，那如果老师呢有需要增加第二页、第三页，也可以从下面这里，好，从下面这边去增加。那假设啊，我就先这样一页就好，那我先把它收起来。那么这个大家现在会了，我们就往下面比较互动的部分来前进哦。好，首先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有没有，也可以从这里上页下页。我们刚刚是从左边嘛，但是你也可以从这里上页下页，甚至增加页面，从这边都可以。好，然后下面这里就是我们要做的。好，来，你看它也有缩放的工具哦。像老师刚会发现，哎，可能白板这样看不太清楚，我透过这里缩放。好，你看可以把它放大一点，有没有这样放大一点？对不对？它本身有一个这样缩放，哎，也可以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就是我刚刚一直把我的画面传送给大家那个功能的。老师今天讲到哪页，我就把画面推送给你。有没有看到，在放大镜的下面这里有一个放大镜的下方？当你按下去之后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学生是都是空白的，只告诉你有在上课而已，所以呢，你把这个画面推播给他。有没有就过来了？那同学在这个时候啊，请问老师没有问问题的时候，他可不可以做笔记？可以的。你看，因为老师有把画面给我了，哎，我问一下老师，请问你在上课会先把简报给同学吗？还是都只画在课本上，叫他们画在课本上？都有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嘿，啊，所以如果是课本的内容，当然是画在课本上是最方便。但是如果是老师自己补充的资料，同学要做的时候，你觉得有没有就会有点困难做笔记啊？因为如果老师没有先发纸本给他们，他们就变成比如说你要画一个图，画一个地图地理位置，他就不容易画，对吧？好，所以说像我们这样推给他，你看哦，老师推过来了，我就可以直接怎么样，同学哈，以同学的角度来讲，他这里有一支笔，我就可以来这边直接做笔记，有没有？我可以在直接这边直接做笔记，这种方式是没有空白的。但是如果我希望，哎，我不只是这样，我希望拿老师的，因为我这样做笔记比较轻松嘛，所以我就点这老师送过来的，好，你就点老师送过来的这个画面，把它点一下。有没有就可以做笔记了？哦，老师，这个好，我帮你框起来。你说50个人，然后呢，有电子白板的功能，有师生互动的功能，还有学习评量的部分。好，那我就存起来了。你看，跟我们刚不一样，我们刚是作品收集，是送给老师嘛？这个的话是他自己做的笔记，有没有存在这里？所以他在上课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做笔记了？我不一定一定要就是做测验的时候才有，而且他还帮你把时间有没有留下来了，哦，你在哪一个时间点做的笔记，那你随时都可以再打开，这样子呢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哎，这位同学有没有认真上课啦，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这个部分，哦，那好了，现在呢我们这样有了之后，哦，基本的从老师的教材做准备，然后你的白板工具再来放大，还有推播之后，接下来有没有看到我们刚玩的互动工具？老师，我这边没有看到推播，欸，推播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？就没有看到没有学生，哦，因为是没有学生啊，跳，哎，我突然我忘记，原来你没有找学生来。老师，我现在上课都要自己带学生呢，啊。哦，哎，你不用啦，不用用手机啦，在这里，这个连结复制一下，开一个新的分页就好了，不要用手机了，真的真的。老师，我
眼睛，你看我这里不是同时显示老师的画面跟学生的画面吗？来这里，这里有没有？你把这个连结复制起来，这个去哪里找？在上面这里，有没有 QR code 那边按下去，把这个复制起来，然后呢开一个新的分页，把它贴上，那就跟你刚刚当学生一样。开始。没有。对，他这个做的笔记只是暂存而已。那他有办法再把它存到自己的？哎，他这边没有，变成是老师那边要做作品收集。传。所以我这边学生虽然他可以做啦，但是他在这边哦，你看我做好了，可是其实这里他只能用抓图的。对对对对，这边它本身没有那个，你看我点这个 QR code 没有，对不对？这里也没有，点名称而已，就这样而已。它的这个部分并没有，就是特别有让学生自己存下来。所以，老师那里，除非我有把它那个存下来。作品收集。作品收集。对对对。在老师那里。对。但学生那里就不会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它不适合，就是老师开放给他单纯做笔记。嗯，如果老师要做单纯做笔记的，我目前会比较推荐有一个那个微软有一个叫 OneNote， 嗯，因为用那个的话，它可以用手写的，那也可以就是用打字或图文，因为它就是笔记软体，对，然后老师也可以一样，就是如果你有让同学，就是学校有那个 Teams 的账号、微软账号，让他们可以一起做笔记、一起分享，就这一块它就不是在它免费版主要的功能这样。但是他的笔记是可以重复拿来用，我所谓的重复拿来用，就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上课过程里面，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有做那个一些回答，那同学要做的时候，哎，我刚刚有做笔记，我就拿这个里面来改，这样他可以直接重复在那一的当下重复来用，这样子。是的，哎，好 ，OK。那现在呢，您可以看到哈，像这样子，哎，同学这边他就有收到了。